非常好，多音毕业，二四六八，好，我要请一个人来帮我。哇！好，你几岁？先请他。你几年级？五年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有几个？四个，对不对？注意看哦。好，注意看哦。四个。注意看哦，要开始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注意看啊，四个哦，要眼睛千万不要眨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看到硬币跑过去了？等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跑过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次哦，你刚刚没看清楚对不对？好，要注意看，我刚刚说过要注意看哦，再来一次哦，还有三个对不对？好，注意看哦，变两个，二、三。有没有感觉他跑过去了？有感觉。哦，有感觉哦，你太厉害了。好，六个，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再来一次哦。七个。这边六个，这边两个。好，再一次哦。注意哦。剩一个。这边剩下六个，对不对？这边两个。好，再一次哦。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看到他跑过去了？没有。有。有还是没有啊？有。看一下。哎，真的跑过去了，哎，剩下一个了哦。好，这一次呢，我要困难一点。零个啊，没有。好，刚刚说你对对手气了，你几年级？五年级。好，那你要帮我包班了，千万不要让他跑掉，好不好？过紧，过紧。他刚才不会，好吵哦。千万不要让他跑了，跑了你要负责的。好，笔记回家，这是你的笔。几个？七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注意看了啊，拿起来。为什么？一，为什么要念他两张牌？你会发现他不见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见了吗？自己过来，我都是大哥的。等一下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帮我拔关好？他在中间。你有没有帮我拔关好？所以你们被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所以呢？打开看一下。算一下，有几个？爱心六。八个来。对吧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